周末假日来到瑞穗吃凤梨拿好康，瑞穗乡公所推广行销在地的凤梨农产，即将在22号瑞穗凤梨产地复兴村小火车园区来登场了。由于是瑞穗史上第一次办理凤梨节，乡长吴万德特别寄出好康，也期待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吃凤梨拿好康。酷夏吃一口凤梨，酸酸甜甜，生津解渴。复兴三村凤梨农产正值产季，为了推广行销瑞穗优质的凤梨农产，瑞穗乡公所规划办理瑞穗乡凤梨节，打响产业知名度。咱这位头一届办这个往来节吼，我希望咱即摆办这个往来节的目的，就是要甲咱的复兴。咱最尾往来行销出去吼。瑞穗乡复兴三村为花莲县重要的凤梨产区，栽种品种多元，除了可食的土凤梨、金钻凤梨，也有年节应景的凤梨花农产。而进入产季的凤梨，乡公所推办瑞穗史上第一届的凤梨节产业促销活动，也备受众人期待。乡长吴万德更是寄出多项好康，热情邀约大众7月22号来复兴村一起望望来。因为咱即马吼，伫个112年的7月22日，伫个复兴小火车遐要办理咱今年的往来节，有打卡按赞吼，有一批往来吼，希望搁一个闯关游戏吼，200块几点，搁50块的回馈，即马搁有迄、那个。游园车再去一班，会到一班吼。希望咱的全省的好朋友，甲咱的一挂好朋友吼，会当来遮游玩，来体验阮最尾往来吼。真正是好吃哈！活动当天，除了旺来好康一波波的拿，现场也有免费小火车游园、凤梨马克杯店 DIY 以及瑞穗各类优质农特产品市集。这个周末假期，不妨来一趟瑞穗凤梨节，展开凤梨体验之旅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